氛围下，社区的老一辈的居民，他不一定会去认同这个事情。我们现在来看的话，都是哦，为什么这很协同平常啊？哦，啊，为什么不动的博物馆？啊，对于他们情感上来讲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们是来玩、来看、来参观。那到最后，如果说这边变成一个所谓的性产业博物园区，然后他们住在里面，然后当然我们年轻或者是各位年轻一辈，就想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是过去。可是有时候还是会被讲的啊，你是啊，这以前是这样，然后这个哈，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的哈。好，我们就等一下慢慢的散步过去啊，我们就再看看过这个红楼。